郡主，该逛的也都逛了，想必郡主也累了。定兰告辞。。脚疼，是第一次见你这么笑过。刚才那女的谁啊？长得挺好看啊。是谁又何妨？旁人罢了。切！你有没有想我？没有。月季落，流入人间却斑驳。我却很想你。那你说说，你都怎么想我了？心神不宁，牵肠挂肚。你呢？我老做噩梦。什么噩梦？梦见你的秘密被别人发现。有你陪在我身边就不会了。